还没有结婚的兄弟们，就跟您说一下，你们有一个共同点。Nice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我是傻静。我是赵哥。今天是在赵静的最后一天了，这个小静的事情依旧没有完成，依旧还是个问号。男朋友咋就这么难找？第一的就是演员，有那么多男孩子，就有几个是有演员，但是男孩子太过于老实了，好像不懂得怎么沟通。今天加的那个男孩子，加了，聊天了吗？没聊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他加我的时候，我加他了后，他连一个你好都没有发过来，连招呼都没打。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？难道这社会真的是要换成女追男了吗？妥妥的有个女孩子加微信不聊天，只加微信不聊天，这怎么去沟通？今天看到这种情况，小豆豆都急了，怎么有这种男生？换成是我，我就哪怕这个隔了几百公里，他同意跟我去聊一聊，都会坐个飞机直接飞过来。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，男孩子不聊天，女孩子干着急，男孩子不主动，可能就是一个爱好吧，你不动我不动，女孩子要主动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主动。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，像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真的到处在找女孩子联系方式，找到了以后穷追猛打，死皮赖脸。是吧？对啊，约出去逛街，买东西。你说现在男孩子真的说不出个未来。没有带小豆豆过来这里的时候，小豆豆总是这么认为，哪有可能女孩子还生找不到男朋友。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，那我大开眼界，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。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，这些男孩子到底怎么想的？主要还是像刚才所说的，他就是男孩子太憨厚老实了，加了微信都不知道聊，都不去聊。我终于知道男孩子为什么单身了，是不够主动。这女孩子虎视眈眈的在这里，她虎视眈眈拉不到。这个微信加了一天还是个空白，还没有聊过天，没有聊过，一个问他都没有。真是男人界的一股清流。对，如果说在我们家门槛都被踏破了。这两三个月来相亲了这么多，其实我很想奉劝还没有结婚的一些兄弟们，就跟您说一下，就你们有一个共同点。什么共同点？不爱说话。可能是不太会聊天。不太会聊天归不太会聊天，但不爱说话是一码，可能真的见到女孩子你就不好意思说话。对，可能 不爱开口，是吧？其实这一点真的要改一改。虽然不爱说话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这个是一种错，爱说话的人他其实也有优点，老实，很老实的。但是现在目前所介绍的这些女孩子都是希望男孩子能稍微话多一点，开朗一点。因为生活中他需要情趣，要情趣就一定得要说点话，不然有女孩子你都没法去把握她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女孩子是这个现象吗？现在男孩子要迈出一步，要开口，多开口说点好听的，脱离单身也更加快一点。所以啊，这就是我想对一些还未结婚的兄弟们所说的，没有其他的恶意，真正的是在为大家去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。大家如果说喜欢听就好，但不要去喷，这是事实，这是实话。静静这里呢，我明天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，到时候有好的男生，有你和你演员的男生，我再帮您介绍。 好不好？你也不要着急，是吧？那目前给你介绍的一些男生加了微信没聊天的，你再给他两天时间，看一下他会不会打个屁出来，好不好？他稍微加我微信问候一下，慢慢就慢慢了解了。我是有点慢热型，但是熟起来我也是个话撩，跟小马哥也见过几次面了。对，他刚开始见我是我很害羞的，很内向，但是跟他熟悉了，我把他当哥哥一样，我什么事都跟他说。
怎么说都要去改变。也祝屏幕前的兄弟们早日脱单，还有和那个姐姐妹妹们早日脱单。说的不好，请大家多多喊喊。视频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